去。拜拜。通常我们讲完这句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自我介绍。啊，我是丰田，我是伟静，我是凯乐。耶、yeah ！好开心，新搭档哎！对，真的，我们也好开心。今天跟两位的搭档这样子的配合组合是第一次，然后我真的笑到我痰都一直出来。真的吗？真的有好笑吗？真的好笑，我们很紧张哎。今天第一集是你们两位拉主 key 嘛？啊，对对，很紧张，看得出来吗？你还好，他看得出来，很紧张，因为是大流汗。对，但是是不是很好玩？对啊，就是慢慢学习啦，然后觉得蛮好玩的。那你觉得你的搭档有帮你？他帮很多啊，因为只要一落在他身上都超好笑的。欸、你怎么会这么有喜感呢、啊欸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天生的。不知道，而且他不是他最近爆红吗？因为他是上那个宪哥的 YG 节目，对啊，你这样爆红了还会，其实没有自己没有感觉，没自觉，你现在粉丝多了2000多而已。没也是有多啦、欸、你还是屁咧、欸、你们比我红多了2000个屁啊还是这是 life 啊 life 还是啦他是说这2000的对其实我自己没有发现对你一定会慢慢越来越多粉丝的，真的，因为你的风格是现在的时下的人喜欢的，很喜欢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那天滑新闻就滑到丰田爆红，然后听说你在那个节目里面表现超好，嗯，我也不好意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都那个 special 团，我们的团体里面自己边边的，哦，他是站最边边，而且因为现在我们上每个通告啊，那个主持人说，哎，你最近好红哦，就每个人都很喜欢他，可是他反而说他不喜欢这样子，他不喜欢一下没有人注意他，突然变焦点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很紧张，就是压力好大，不要 focus 我，不要拍我，一直叫他不要拍他。这样子很没有安全感的、啊。不会啊，你要红，就当然大家都要拍你、啊。要习惯、這個。而且艺人就是要有镜头才代表你成功啊！哎、啊欸，人家不红不想拍，没效果不拍耶、欸。好难哦，我真的觉得不适合当艺人。喂，没有，我们怕镜头啦。你哪会怕？你明明就很自在。假装谦虚。有自己不虚实，都是开玩笑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拍那个宣传照，然后因为他以前是 model 还是什么，他很会摆 pose 哎、欸，你摆一个放电，真的帅的那种，帅的。我帮你拿，放电这样子被 Q 我就不会了。你刚才在干嘛？你的脸在干嘛？在放电的。放电的。跟那个2000-3000人粉丝放电。帅耶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好帅哦、喔！你好会哦、喔！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害羞。所以你是很容易害羞的人啊、喔欸？很容易。那我帮你别麦，你会害羞吗？我不对你没感觉。很轻松，很轻松。莫名其妙被打枪。对啊，而且大打枪。拜托，我对你也没感觉，好不好？那些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短头发，她喜欢短头发的。还有呢？多一点线索。矮矮的。啊？矮矮的短头发，还有嘞？哎呦，娇小。个性哎，眼睛大的。哦、眼睛大的。对。个性呢？活泼还是温柔？温柔。啊，你喜欢很安静的、哦？哎，不是，没有到很安静，就是喜欢，可以笑我的。可以懂我的梗啊、哦，觉得你很好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些人看我觉得，哦，会这样子吗？哦，那伟静呢？我也喜欢那会让我我喜欢的反而是会让我笑的。你喜欢谐星那种？对，别也没有到谐星啊，就是只要他的幽默。小优，他会让你笑。小优蛮好笑的，可是我还是会看一下外形啊。喂，不是，我是说外形刚好小优不是我的菜，我也喜欢短头发。哎、欸，
难得，我们来报一下新闻多连发。新闻多连发要一个一个讲。新闻多连发就我们通常会念有哪位艺人这样。哦、新闻多连发有好多厉害的艺人，有谁呢？有郭书瑶、蔡凡熙、方志友，还有贾静文字豪。畅销作家意外爆料步步神活去世，厉害，看一下。瑶瑶郭书瑶出席精品活动，一身闪亮性感小礼服搭配绝美饰品，根本闪耀全场。今天服装超级性感吗？应该是超级闪亮吧。对，这是特地从巴黎然后空运来台的一个就是泉水钻的定制服，然后其实为了今天的活动，我们试衣服还有特别去试了两三次，对，因为整个改啊，然后到修身什么的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就还蛮梦幻的，我没有想过我可以穿到全身水钻的衣服。今年跨年，瑶瑶登上高雄舞台，可能因为太紧张，音准可是飘很大。想当初你爱着我，那有多温柔。我其实真的就是很努力的把所有的工作、所有的表演都做好。对，那因为那天其实有真的蛮紧张的，因为很久没有唱到，一年才一次嘛，然后很多人，然后所以稍稍有一点美中不足，但是我会更努力。新的一年才刚开始，瑶瑶的负面新闻可是一直来。日前遭爆和闺蜜李玉芬情变，她有话要说。其实就是真的没有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出现，那我也不知道该多做什么回应，因为就是没有。对，因为玉芬自己还有问我说，那你讲了我什么坏话，我就说我顶多就说你很笨吧。对，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些新闻，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不需要再多做回应。去年瑶瑶也深受负面消息之扰，可是让她倍感无奈，一下说我爱玩手机啊，一下说我讲什么话。对，但我会因为这些报道，我会更小心的检视我自己的行为啦。对啊，但是没有的事情，我也不想要去多解释，因为好像变成我在狡辩还是什么的，因为就真的是没有。蔡凡熙出席保养品代言活动，身为新一代鲜肉男神的他，去年演艺成绩可是十分亮眼。今年除了期许自己更加进步，还自曝想恋爱啦。2017也单身，2016也单身，就希望2018可以来个双生之类的，至少谈个恋爱吧。我其实蛮喜欢，皮肤好一定要，对，然后笑起来，比较没有杀伤力吧，就是一直在笑的那种女生。周冬雨啊，对，完全理想型，对，完全理想型。除了想好好谈一场恋爱，蔡凡熙也已经开始进行新电影的拍摄，透露新的角色超有挑战性。我不能想太多，但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角色，就是跟我之前不太一样，比较没有偶包，就是什么事情都做，对，就是。我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会吓到，应该会啊，应该会吓到。但蔡凡熙近期都是电影作品居多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投入电视剧拍摄。尤其《同龄少女》第二季到底会不会有阿乐学长的身影呢？我也不知道第二季有没有我，对，我也不知道导演还没敲我的档期啊，对，完全没有来问。导演拜托讲一下，我很想知道。要不要喊话？就让我至少第一集出现一下吧，对对，至少让我客串一下，对对，不要第二集完全没有我，我会哭哦，死得不明不目。甜心辣妈方志友产后一复出便投入公益活动，超有爱心。今天来出席这么棒的一个有意义的公益活动，其实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尤其刚刚在宣布五组得奖的学校的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其实内心真的很感动，我就默默在旁边泛泪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了妈妈以后，就真的会特别觉得，就是看到孩子们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，真的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。除了做爱心，方志友也投入新剧组，这次不再是田姐儿的角色，改走厌世阴沉路线，差点吓坏米娅啦。眼线有拉很长，就到时候看到我戏中的造型就会知道了。就是我回家的时候，就是米娅有愣了一下，才认出是我来。拥有超有戏的爸妈，不知道米娅跟 Sunny 有没有遗传爸妈的好演技呢？小孩的表演欲也是很强，就是大家应该常常就是也会看到我们就是有分享米娅的状态，她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戏的小戏精，对。所以如果她以后要走演艺圈，
先不要，希望他可以就是很自在、很健康的长大就好了。方志佑除了超疼爱小孩之外，也不忘好好填饱老公的胃。有新闻说我会那个下厨抓住老公的心，其实根本就不是，因为以前我跟他说我要煮饭，他就说你真的会煮吗？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就这次煮了几次以后，他就发现原来我真的很喜欢煮，然后煮的也是他喜欢吃的，所以就觉得就是有真的有抓到他的胃，觉得很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气作家贾静雯。新书狂卖五万本的贾静雯日前出席新书签名会，现场可是被大批粉丝给挤爆啦！快缴出来，下午扎扎实实，各位书现在难卖哦，扎扎实实五万本哎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最近也是在想说，这本书的出现真的就像生小孩一样，就历经了这一段过程，然后看着他出现成长到现在有一点收获，我其实真的充满了很多感动。才推出第一本书就爽疯畅销作家的贾静雯，不知道是不是太开心啦，竟把布布的小秘密全都抖出来了。他现在因为很棒，就是在戒尿布，所以自己都会说要上厕，屁屁跟布布都会在上马桶。他昨天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他噗噗在那个小马桶之后告诉我说他不要擦屁屁，他要直接起来，然后我说不可以，他就大哭，爆炸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好啊，你就不要起来啊，那你就继续做，我就出去。他就一直连续哭了15分钟，哇，没停，而且不准我碰他，他就黏在那个自己上完厕所小马桶上面，那一缸有味道的小马桶上面，然后我就跟他对看，蹲在他前面。这幸福吗？我还蛮幸福的，就是有幸福的味道，有那个味道到现在还在我的鼻腔。妈妈虽然把布布的秘密全都说出来，但也不忘替他提升一点形象。日前修杰楷po出布布安慰波妞的影片，让人不难看出布布可是一个照顾妹妹的好姐姐呢。她每天其实很热情，很想要跟她妹妹有互动，比如说我要想要拿一个东西，她说没关系，我在我顾波妞，我顾波妞，她就会这样讲。对，然后她就过去拍拍妹妹说波妞不要怕，布布在，他很学大人的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，一起吃吧！欢迎今天的来宾，黄鸿升小鬼鬼哥。我们的职人已经曝光了，今天为了小鬼你要来，我们特别邀请一个在寿司界现在当红炸子鸡，让我们欢迎 Kimochi 大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Kimochi 大师，今天我要让你们 Kimochi， 让你们爽爽的。口气好猥亵啊！等我一下哦，真的会还假的会啦？等一下，请问一下 Kimochi 大师。你虽然是日本人，但不代表日本人每一个人都会捏尼基里，好吗？对啊，会啦。你真的会吗？LJ， 哎呀，有，哎，好像啊，好像个屁啊，他不是日本人啊。你要下一个是什么？是日文讲的好标准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提莫吉大师，我不吃虾，我会过敏。你用一个不要虾，那你给他一个蛋吧。我想要蟹肉棒。哦，蟹肉棒，好啊，给他一个肉棒。我不想要芥末，我不想要芥末。蟹的，你要肉棒。咱们肉棒是哪一种？蟹肉。叫肉棒来，不是肉棒。Roba， 机器人。Roba， 回归到歌手的身份。是的，很开心。而且今天来鱼摆录了好多集，好好笑。真的哎，你们现在还有那个吗？游戏王吗？有。你要来哦。想啊，还是很久没有玩游戏的。我们现在没有鲤鱼跃龙门，也没有3D 飞鸣鸟，我们全部都是全改了，2.0的版本，改成益智的，就是电脑的那种，没那么益智啦，没有啊，搞一些新的游戏，很学士的题目，是吗？现在都全改了，不要芥末，我不要芥末，你不要芥末，怎么会你鲤鱼跃龙门？我们等一下要不要玩一个游戏？一个是超多芥末的啊，那什么你不用玩？对啊，一起玩啊，勇敢。你也要玩啊！我也吃啊！好，敢吗？敢啊！但我知道哪个是有芥末的。对啊，自己放的呢。不敢啊！没有啊，不是啊，那不公平啊！我们就剪刀石头布嘛，或是数字都这都5只。赢的先选。然后就这样算，算到了就吃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弄一个你觉得超可怕的。好啊，敢不敢？那
好啊 ，OK。你先让我们吃几个好吃的嘛。对啊，我要先吃正常的。对啊，先让我们吃几个好吃的嘛。有一个是正常的。哇、他不吃蟹啊、哦，他这边的哦，这个这个你可以吃。这是你拿我筷子干嘛？哎、可怕的，这个是可怕的。来宾，抱歉。你们平常喜欢吃日本料理吗？超喜欢，哦，超级好吃，尤其喜欢握寿司，超级好吃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可以每一餐都吃耶。我也可以，可是不行，因为我有去做那个全身健康检查，然后呢，医生说你海鲜吃太多了啊，海鲜，他说我胆固醇太高，哦，吃太多也不行哦，对啊。现在就可以检查出了胆固醇太高，那是真的太高了。嗯、我好喜欢吃海鲜啊！哦，好好吃哦！有没有？好吃哎，对吧？好像真的会捏，对吧？以前有捏过吗？嗯、以前有捏过吗？有啊，我们有时候跟家人一起。那个醋饭是你自己做的、哦？对，还蛮好的，会自己做。这么厉害！啊，当然啦，キモチ啊！是很キモチ，对不对？キモチ大师，你几岁啊？26。哦，年轻哦。哇！キモチ、キモチ。僵哎，僵哎。你要做几个？四个，四个。玩那个游戏啦。对啊。我可以单夹吗？我觉得每一个芥末都好多。可以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每个都放了？没有，只有一个是有放芥末的。剪刀石头布。怎样？怎么玩？还玩水质？等一下，现在只有他知道有一个芥末的。对。那他这样子，他就一定选不到、啊。你告诉我们芥末在哪里？我们剪刀数字数字最多五只。那我们先不看这个，然后一二三四，然后先不看。啊。然后呢？那你还是知道啊。对啊，所以先。没有啦，我告诉你啦，现在哪一个有芥末？你告诉我。这个有芥末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数只最多五只，输了吃掉，数到了那个人吃掉就对了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加码一下。哇塞！太多了啦。可以啦，看到了，这叫地狱来的玉子烧。哇，好多芥末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数只最多五只。好，算一下数学谁最好？十五，对不对？从你这里开始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十五汤汤，汤汤汤汤。我真的不吃芥末到了极点呢，我握寿司我都一点芥末我都不沾的人。天哪，这天还是要来。你会怎么样？吃到芥末会怎么样？会过敏吗？不会过敏，那会怎样？嘴巴里面破掉可以吃芥末？可以。不然我让你完全，你休息一下，进个广告，让你准备一下，我们等下再吃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广告，休息一下。对，叔。锵锵锵锵！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，这就是人生啊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有看到他刚刚包有多多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，我刚刚还亲手加码了。对，我还好。对，来，自己来啦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强喂你，一口气吃掉比较好。一口气？你嘴巴，他嘴巴没那么大。对啊，他等下给丢。软掉怎么办？软掉了，没关系，还是我跟你讲，你这样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会，我要走呢，好尴尬哦，哦，你有没有？哇，他刚好把所有芥末都吃掉了，刚好全部吃掉哎。哦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我恨你！要不要再玩？要再玩吗？不要啊！好啊！再玩一轮，再玩一轮。所以你平常都不吃芥末的、啊？我真的不吃啊！天哪！啊，我觉得芥末很好吃哎。对啊。我不喜欢头麻掉的感觉啦。头麻掉的感觉，所以说你不玩云霄飞车，不玩我就高震，
很多坡，它很多坡，它一段一段后进，对对对对，慢慢来。所以说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那个 Kimoji 先生啊，啊 ，Kimoji 大师，好，就是这件事情，你会这件事情多久了？做这个事情，哦、差不多十分钟，十分钟，从刚开始。好迅速啊、哦！这个是正常的吗？正常，这是正常的，正常的。那你还演的好像以前曾经好像在寿司店打过工一样。对啊，你各位不要再做那种奇怪的了。这个是失败的，这是这里四个里面有一个是有芥末的，又有，这个真的看不出来，这是看不出来，这个完全看不出来。那我选这个，那我选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芥末的。好，我们一起，哎，你已经吃掉了，哦，我知道啊。好，我们一起一二三。我跟你讲，它中了，因为我刚看到一片阴影在下面。很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他自己中。他中了，他中了。不是，不是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不行。你们是弄我的，我你自己做的，没有啊，你自己要玩的。我突然间，我觉得。我觉得 Kimoji 大师给我一个满满的回忆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满满的回忆啊！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我觉得 Kimoji 大师让我想起我也是以前也是团体的时候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好像绿茶，绿茶哥吗？对、啊，他的所有的那种，可是绿茶没有那么好笑啊。你这样，喂。你这样讲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接了。绿茶不是多好笑的啊，就是他，就是。他们对于就比如说很辣或是很痛的这个表现，就是非常的极致，很满这样，对，很满，哇塞，很满。其实今天芥末的好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他不只会捏寿司，他还要画一幅画送给你，鬼哥，哦，这么好，他还会画画，因为你很会画画嘛，对，他跟你致敬啊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会画画的人，来，画板请进，但是我们要先在旁边啊。哦，就在这旁边是不是？但我们现在要一个约定，什么约定？我不会生气，我画你啊，你不要对，我不会生气，你不可以生气，我不会生气，我不会生气，我怎么画都你不，我不会生气，好好，顶多我画回来而已。好，那你们继续聊，因为他私底下画我们团员，我们都会生气哦，真的、哦，他是把每个人的缺点放到最大的那一种哦，很可怕，好期待 ，OK， 我不怕，我不怕，超期待，而且你这张专辑就是以。外星人的角度看人类嘛，是，就有点像他的角度在看人类，因为他有的思想都觉得不是人类的思想，所以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啊，因为他这么远的跑来这个城市，然后这么努力的要在演艺圈里面发光发热，其实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对，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都觉得有的时候会沮丧。对，那至少我们回到家里面，家人朋友大家都在。对，可是他真正很多好朋友，很多家人。都在远在日本，对，对啊，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很辛苦啊，他应该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就是很沮丧，然后你有在家里面偷哭过吗？有啊，什么时候啊？被其他团员欺负的时候？没有，他们真的是真的，他们没有欺负，对，是真的。那是为什么要哭？突然觉得好孤单啊。在家里面见不到朋友，好干哦，好干哦，要湿一点的。要画好了吗？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看一下。好了，期待的，我也蛮期待的。好，鬼哥，噔噔。是儿童吧？我觉得蛮可爱的。我本来是想要画更丑的，结果。是你太帅了啊！我好想要你看看你画得更丑哦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我觉得很好笑哎，还蛮可爱的。那我可以加几笔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呦，你们惺惺相惜哎，芥末很痛哎，这芥末很痛，你加太烧了对不对？对，一直烧。多喝一点呐！喂，你们这是要油炸到死吗？很像耶，油炸，油炸到死啊！很像的，小精灵也是这样子，很像。哦，原来对外星人啊，外星人对。你画的真好，不错，送给我，一万呢？不错，你帮我签名，好。
哇，好开心哦！哇哇！哎，丰田，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收到你的画，很开心？对对，其他人都很，我很喜欢，生气，我们都很生气。而且小鬼是要开演唱会啊？对啊，2月24号，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，在 Legacy。啊，怎么进场？进场哦，你们要进场就打电话给我就好了。这么 free 啊？这么 free 啊？在哪里 free？ 粉丝，粉丝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个，这会在我的 FB 啊，或者我的 IG 啊，或是我的那个粉丝专页会再告诉大家这样子。哦。应该照讲已经是开始开卖了，所以说我就是很不尽责，我应该要更清楚的，但我会在另外的在这个平台上面告诉大家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们这边有个板板啊，好帅！预告时间、啊、，Human， 这个预告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啦，那1月19号发行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板板也只是怕，就是我现在手上也没有那个实体专辑，然后手上也没东西拿，我就只好拿一个板子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本人这样子，对，这没什么重要的，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一样，就是24号，希望 Legacy 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小鬼，谢谢，谢谢哥哥，休息一下。刚去哪？对啊，画画。画画，就是鬼哥帮我画画哦，对啊，很值得。画画，你刚画的真的很厉害哎、嗯，谢谢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你还在烧对不对？对，这边芥末还，画好了是不是？啊、哦、啊、哦，还在继续画。那你一样把这个角度给哥哥看，让他们互画。啊，画好了吗？来，你就这面。哇塞！很像吗？我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哇，好像啊！好厉害！厉害耶，我也觉得很像，很像，所以你们互相做花送给彼此，真的，这样的友谊太难得了。这个很哇，很开心耶，我觉得真的很像。有一天这一幅画会值钱的，就是不要乱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金凯乐很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不要，接下来是你个人的单元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哎、欸。你有看对不对？他出道短短的时间，然后应该是说，其实他投进综艺界还没有很长的时间。对，他已经有自己的单元了。没错，好厉害，而且也是我看到就是少数，嗯，真的是又帅，然后这综艺界奇才。而且他很好哎，又很强，很烦呢。他一个天生的喜感，真的很厉害，手上已经那么多个节目了，真的没有啦。现在又变我们鱼白固定的，太棒了，厉害。那你请问一下，你的单元是做什么的？丰田，好，丰田，请看。我是丰田，我好丰田，丰田好丰田。喂，丰田约我来溜冰场干嘛、啊？难道他 ？My God！ 回敬。你不是想要学溜冰？对。你不是想要学溜冰吗？今天丰田一改之前的疯癫形象，竟然主动约了伟静来个浪漫的直排轮约会，让伟静心里可是小鹿乱撞了起来。到底平常超爱闹的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丰田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不要跌倒的秘诀是什么啊？告诉你秘诀，就是不要怕摔倒。
哎，我现在几点了啦？我们是不是溜太晚了啦？多爱我一点，多爱我一点。哎呦，你在把人家吗？烦呢、欸。好啦好啦，你还有没有？你知道吧？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你放在心里，把你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。丰田，我们要溜到什么路啊？海石店路。海石店路。那我去后台路。韦静，干嘛？哦，丰田，你干嘛约我来这里啦？你是不是留书给我？是不是啊？什么留书给你？在讲什么啦？书给我，你怕书给我对不对？怕，来比啊！比赛吗？比赛啊！可以啊！来啊！我很会溜，我超会溜，我比较会，我真的很会。干什么东西？啊？韦颖和一韦两人会谱出什么 BL 恋曲？原来这一切都是韦静想太多了，什么都要 PK 的两人，这次六直排轮当然也不例外。所以我们准备了两道关卡，要让他们一决高下。第一关要考验两人的反应力，只要能先把对方身上的气球全部抓破的人，即为获胜。你是不是很怕气球？我怕，但我会赢。你不会赢，你会输。你脸好拽哦。对啊。你这样好透露哦。对啊。OK 啊，开始啊。好啊，来啊， Go。 你有点怕怕哦。没有啊，我来了。还有决战，你不要一直逃跑，过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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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关就在一阵混乱中，又不怕气球的韦静抢下一胜。接下来的关卡就要看看两人的平衡感啦。首先，两人要牵对方的手，原地转十圈，再通过对面的三角锥，先抵达终点的人就获胜啦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很晕，你输了，你有惩罚吗？要溜冰回公司。溜冰回公司，台北的路上有很多那个，很多那个怎么过啦？短茶，短啊短，你搞不搞？不知道啦，反正你要溜冰回公司啦。再也不要来丰田，好丰田。不要啊！我今天到这边好了，我们最后一起喊丰田，好，我们下次见，丰田好，丰田，拜拜。拍什么啦？这不让我们自由喂。我要赶快回家，拜拜。采访组采访报道。撇
太好笑了。谢谢谢谢。怎么办？我好像是你们两个的粉丝哎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好笑。对啊，你好买我们的单哦。我刚刚笑倒在地上哎，因为他真的很呛哦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好笑？那你下次要不要来？你敢去吗？不要。干嘛？来啊！笑什么？我不要。好笑哎。好疯哦。超疯的。又好呛哦。哎，前面那个冷笑话是你想的、哦？就你怎么那么多把妹撩妹的招数啊？没有啦，讲太小声，不能讲啊。那个不是我想的、啊。撩妹不能讲啊？那你有撩妹的招数吗？我真的没有，真的都是很直接、啊。喜欢就直接说。对，就没办法。不撩。那个镜头啊，有镜头啊。啊，有镜头，他没有。不然我直接啊，什么啊？你手不要乱比、啊，没有。我不太会那个啦。整理新闻，阿丽生那终极安口传高雄开唱，和小雨同台飙唱，粉丝都赚到了，看一下。尝试着快乐，快乐却不陪着我。天生歌姬阿令声纳世界巡回演唱会回到高雄举办终极安可唱啦，一连串的招牌情歌听完粉丝们都耳朵怀孕啦。我穿的不是不满足，只是回想假如有过疯狂和冷清孤独，你了炫耀的我不对错，做的倾诉也麻木，寂寞不同痛在做梦，想到你自由你了以后，回来激动管我用爱回过，哇总是不来的梦。为了展现诚意，舞台音体服装全都升级在进化，阿令手撑雨伞缓缓升空，模样超级仙，只不过哎呀手摇呀说我更忙，说完美的谎，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。哎呦，可能是阿令太紧张啦，身上高空什么都唱不出来，还好回到地面，阿令马上恢复水准，带上舞者现场气氛炸翻天。我心意大人为你想要介绍我心目中的音乐巨人，直接欢迎他，欢迎小雨。你以为演唱会的高潮就到这，那就错啦。嘉宾小雨一现身，全场沸腾，两位超实力的演唱让粉丝直呼赚到啦。我是你，我美，你是唯美，用生命以来被幸福宠爱，完成了所有浪漫，不管别人怎么想象，我就是不说谎。 I know that you know it, we know how to do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接下来我们看花甲电影版的新闻，请看。报道直剧场花甲电影版《花甲大人转男孩》日前举办见面会，导演屈永宁和主要演员卢广仲、严正兰、蔡振南等人全员现身。卢广仲除了在现场演唱电视剧片尾曲，更透露为电影创作的新歌将会在整片曝光。就是其中有一首歌，到了来到电影的时候，就意外的导演意外觉得，哎，好像很适合电影的主题，然后所以我就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把它完成了。对，
最近就可以听到了。日前曝光的预告片中可以发现许多大咖都来客串，包括何润东、陈意涵等人，而卢广仲在剧中看多位演员上演偷桃戏码，就连雕王何润东也没放过呢。怎么样风度啊，但哥你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因为我也害怕伤到他，因为他是蛮不可伤害的，就是毕竟就大家这个都是很宝贵的东西。就这两位抓有不一样的感觉吗？不一样啊，因为大家都不太一样，蛮崇拜的，崇拜的感觉。然后拍完之后，他就拍拍我的肩膀，应该是想安抚我受伤的心灵。卢广仲这次除了偷桃好害羞，更在电影中突破尺度，几乎全裸的床戏和洗澡戏码都样样来，让卢广仲看完自己的片段也大呼好害羞。因为平常洗澡也很难一边洗澡一边看自己嘛，那也是因为这样拍完这个戏，我就可以到电影观赏一下自己的同体。我目前用手机的那个萤幕看自己的同体是还比较不错。而和卢广仲上演床戏的颜真兰回忆起当时亲热的剧情，还忍不住自爆卢广仲的下面太抢戏了。觉得我其实他一直都有在练，其实同体的状态一直都还蛮好的。但那天真的他的内裤太抢戏了，所以我的重点都在他的大白纱吗？是，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很尴尬。我感觉舌头要伸出来的感觉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大白鲨？大白鲨？什么？什么名字？令人超期待的《夸奖大人转男孩》即将抢攻贺岁档期，也因为是卢广仲裸上身的处女作，所以这次票房如果破亿，大家就要。卢广仲的小红豆，如果在手机里面看大概是0.3公分，到电影院看大概差不多60，超大。我们破亿就先请大家吃红豆饼，好不好？过3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放雕王，让大家随意拍照。八道采访组采访报道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哇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真的。结束了。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怎么了？你问了。我们今天第一次就是正式当主持，对的第一天吗？可以给我们一个分数，也不是分数，怎么讲？打分数。打分数。100分啊。啊？客套。真的啦。对啊。真的表现很棒。不用主观的，对，客观的。客观的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就游戏也讲得很清楚啊，然后到你的时候也有很有笑点，你也有很好笑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然后又都很积极很认真。谢谢。那以后就不用努力了。喂，还是要不用这么努力了，这个不用了。还是要努力，轻松的就好。还是要。对，努力，但是用轻松的情绪。哦，对，好吧。给他吸的。好，明天我们要干嘛？哦，明天也是 live。等下播什么 MV？ 小鬼鬼哥的感觉对了。拜拜。拜拜。眼睛中的我有点小。